还记得吗？那些年我们一起熬夜看的王建民对决台湾巨炮陈金锋，为中职明星赛掀起最高潮。满场球迷嗨到不行，哪知道王建民投出触身球打中陈金锋，两队板凳再度清空，结果大家通通集结上场拍下大合照。你们的愿望恰恰听到了，敌不过球迷热情，恰恰彭振敏也再度上场，宝刀未老敲出外野安打。二垒是洪一中，哎呦，这一棒在左外野方向，左外野方向，哎呀，没有接到。恰恰这一安打也让诸葛洪中、洪一中跑回本垒拿下一分，双方攻守互换。接下来轮到无敌铁金刚叶君璋走上场，穿上护具准备蹲捕，投手则是大饼林月平，而打者火哥张建民更是边走上打击区边做出林月平招牌割喉手势。张建民击出游击方向滚地球，遭到刺杀，整场比赛也在欢乐声中画下句点。那我觉得最重要还是球迷们开心了、啊，最主要明星赛有时候到最后是球迷们开心。对洪总蛮紧张的、啊，因为就是想要真的要丢进去给他打。中职明星赛今年首度攻蛋，连续两天吸引62000多人进场观赛，不止打破历史纪录，六队教头大集合，承载老中青球迷的回忆，完成最后的第9局，也为明星赛完美关门。三十二和梦总在新义台北采访报道。